那一开始是热，有的时候是痒，然后再来是酸，咔咔咔，那个代表你的关节有在退化。它等于是一个很好的开关。这么神奇的魔法，第一招上下，刺激它的时候，它的血液回流会变好。中秋二日，顾心配，晚间九点，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